嘿，前面那两个小子，把你们刚刚捡到的物资都交出来给本大爷。你们是谁啊？干嘛要把物资给你？嘿嘿，你们两个臭小子，竟然连我们基米泰美帮派都不知道。基米泰美帮派，传说中专门靠抢别人物资生存的帮派。这个帮派仅仅建立了2年半时间，就在僵尸世界成为了第一帮派。你们难道就是这个帮派的人吗？嘿嘿，算你小子还有点见识，乖乖把物资交出来吧。看在你们是第一次被我们抢的份上，交出物资就放你们走。休想，这可是我们辛辛苦苦刷的物资。我看我们还是把物资给他吧，这个帮派的人不好对付啊。可是这些物资没了，我就快没体力了。反正横竖都是死，不如跟他们拼了吧。看来你小子是不愿意交出物资啊，那就让你们看看我们基米泰美帮派的厉害吧。蓝莓果使用大雷云柱，随后小安他们头上便乌云密布，遭受着雷电的攻击。关注射手，快开警速吧。可恶，竟然用防护罩挡住我的雷电攻击。倭瓜，该我们上场，使用修罗斩攻破他的防护罩。在倭瓜的攻击下，防护罩渐渐的不起作用了，肖恩他们也被打成了重伤。嘿嘿，别再挣扎了，快把物资交出来吧。你想得太美了，我们都还没开始反击呢，让你们试试我新武器的威力，豌豆射手加特林机枪扫射。榴莲果，快使用这把光剑，使用技能万箭齐发。嘿嘿，两个小垃圾，原来就这点实力。快看看他们身上有什么值钱的东西，捡走吧。肖恩他们正要上去搜刮物资时，突然一个火球阻挡了他们的去路。你们两个竟然敢伤我们基米泰美帮派！此人看样子实力绝对在我们之上，小心行事，看准机会就溜。今天我没事先陪你们玩，这两个废物我先带走了，你们最好做好准备，这笔账我一定会找你们算的。惹了我们基米泰美帮的人的下场只有一个，你们两个等着吧。刚刚那个人好像是基米泰美帮的帮主蔡坤，看来这次玩完。